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，共建一带一路，顺应世界多极化、经济全球化、文化多样化、社会信息化的潮流，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，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。纽西兰以中国战略国策“一带一路”为背景蓝图，以打造全球差异化供应链集成平台为灵感之源，以全球资源对接中国的商业模式为概念，从新西兰出发，迅速扩展到澳大利亚、俄罗斯、东南亚、巴西等国家，让沿带沿路的国家和地区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。纽西兰将继续贯彻跨洋农超对接模式，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品牌服务来实现专业优选、集约直采，为消费者提供具有国家基因和地理标识的优质平价商品，助力中国的优质消费升级，全球资源共享未来。